Hello， 大家好，我是宇中。今天的澳洲号人物快报，我就跟大家一起号一下 BWS 的20块钱的一个 digital credit card。就因为 BWS 的他有生日，然后他有一个 promotion， 就是给钱给你帮他一起庆祝。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到他的主页里面，他第一个 banner 就是celebrate with us， 然后就按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 enter now， 然后这边就输入你的生日，然后我这边就随便输入了。然后 enter， 然后这边呢就选那个 pay for highway and major draw， 然后这边有不同的 task， 但是我觉得最简单然后最 efficient 的就是Santa's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然后就按 next， 然后就输入你的mobile， 然后就它会你就可以录一些一个大概10秒钟到20秒的一个视频，然后就我是在YouTube 里面放一个背景音乐，然后就跟他一起唱一下，然后就10秒钟。然后整个过程大概花了3分钟吧，然后他就会说一到两天，然后看一下你的video 是不是真的人，然后我的就一天内就收到一个短信，就说已经 approve 了，然后他就那个短信里面就有一个 link， 然后他就会叫你下载一个file payment 的 app，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20块钱就放进去，然后我觉得也蛮快，然后就3分钟你就会拿到20块钱了。那当然当中可能你会给到一些个人信息，然后你就衡量一下20块钱值不值得你的给出那个个人信息吧。然后这边的号人物快报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小红书